先切这码头啊！可以呀，咋跑的吊不吊子？跑的吊子不行。哎呀，你们咋没事不行？吊子不行。先切这你的脖子怎么样？你阿姨来。 这每天这里都可以。这个树根我们把它捡回来啊，是准备加工成一个喝茶的茶坛，哎，喝茶，啊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平台放茶杯喝茶的。